只好当作不捌你。李新哥，春姐啊，请去餐厅等我。哦。小姐，哎，请问一下吼，这附近有其他会员吗？无呢，你要报订会场的花吼，过来开的这大蕊，爱两千外蕊，这么多，你爱用订的，无你爱去问看的花农有无？阿干，啊，你确定是行这条吗？应该是无唔对啊，这导航显示就行这条尔啊。稍等喽，啊，几点啊？几点啊？嗯，要半点钟就可能会来哦。啊，我来讲，稍等下吼，我会叫你，安妮塔。啊？啊，你卖咧阿三啦，就是哦，我叫你，你就甲我应来，就进来就对了啦。哦，好好，啊，那我跟你留来在这边。好。呀，我看卖你穿的啥呀？哎呦，上流行的啦！我穿妈妈哦的衫，赶快听啊！哎呀，你看，布丁的衫嘛，就高级啊嘛！布丁啊，乖乖啊，哈！啊吼，啊小蛋哦，剃下来的时阵哦，爱花球的，知影不？知啦。没吧？那就进去。来啊！我拄只打电话亚芳，阿哥一直拢无人接，因为代志发生了真突然，所以我想讲一定要来甲秦拍只招呼啦。请您坐。有什么代志？本来亚芳要求的迄花海，可能无法度完全拢照伊的要求啦。为什么？再会卡车出车祸，冰车遐花拢无法度用啊。那也拄好。哎呦，啊曾教授那也无算着哈，这是真的啦，啊新闻嘛会报啊，等下你看电视就知影。无啦，婚礼无花，安尼是要安怎办婚礼啦？无，妈咪，改时间啦，明天再改好啊。哎呦，不一定啦，爷爷。这日子哦是曾教授咧看好的呢，啊而且跳啊拢放啊袂动安尼啦，讲改就改啦，马紧啦，我才无咧相信讲哦，会全台湾省遐侪花店啊，会真正要吊一个花要吊无？嗯，请你放心啦，我有买托人去找啊，啊只是讲迄时间伤赶，所以可能无法度买到亚芳伊要爱的数量，请你谅解。哦，啊伊即马就是来甲我做预防车嘛。我来讲啦，婚礼若无花吼，是足无面子的，足歹看的啊！而且，我的宝贝女儿呢，我绝对无可能哦，和伊的婚礼哦有任何的遗憾啦，我不管啦，你就尽量吼去甲她催啦，好不好？会啦，我一定会尽量的。嗯。哎，这个真正来啊啦，来啊啦，哎。阿伯，安怎啦？进来，穿好啦，进来，啊！来，请，我先来等啊哈。啊，没，你坐就好，你坐就好。小弟来啦，啊，小弟来，我阿伯好啦，好，预备，起，开始。这久的啊，来吃坐。我来介绍，坐边啊，
这位哈，就是明阳集团的早上明珠李宗慧小姐，嘿，嘛是哦，我未来的大哥啊。这位哈是名记者，嘛是我的好朋友，嘿，叫做金雅玲，嗯，嘿，安妮塔，安妮塔。阮家吼，伊做较少大件的啦，嘿啊，来点茶，嗯，亚玲，今仔日吼，我准备这个下午茶吼，是阮平常时哦，大家拢爱啉的啊，拢爱吃。啊，我爱讲哦，我们这个餐具吼，拢是为英国来定做的，啊，咧迄茶包吼，嘛是吼英国女皇吼，伊咧啉的，阮赶快嘛咧啉。卖看安尼大声，无礼貌。在内面找我卖。好，行。有人在无？大哥，有人在吗？呼呼。有人在无？阿拉。呼呼。喂，大哥啊。你们找什么人啊？请问你敢是这个大哥？我就是啊，有什么代志啊？你这遐所有的花，我拢要挃啊。太谢啦，我到啦。小做无多啊，你临时要爱，我变哪有法度找人来采收嘞？头家啊，无安尼啦，阮家己办，办偌济算偌济。喂，我是钟慧，会跟我催掉。你放心，既然我都答应你啊，我一定做得到。多谢，拜拜。好啊！哎，我花要带到这边全部哦。耶！哇，那边我卖个肾啊哦。我赶紧走啊！哦，快来啊！快啦快啦！哇哦，好诶。梅子，去拿装花的袋子。哦，好。哎，我搞到了。啊，你新哥，你受伤了呢，老火啊！不要紧，小花袋子。阿根，听好哦，咱即马开始来比赛哦。看什么人办场会上多。好哦，输的请吃凉的哦。哎，我还没说开始哎，都跑！你是当时变到这敖食，第四碗呢？你是规工拢无食？无啦，妈今煮的最好食的啦。对啊对啊，尤其是肉菜，炒了真正好食，好食。哼，奇怪呢，我平常时若炒这样菜吼，你若甲嫌我无一块好，唔是伤咸，唔是伤正，啊唔是讲无甲你放高蛋炒，我惊啦，别安听水煞甜，伊会甲我学了。
好啦，其他这菜哦，炒料上拄啊好啦，真正好食啦，无爱跟你学赞赞。拜，就是讲哦，真正你做的拢是拜食的啦。大我创啥？我得白啦。 李信啊，李信来，来啊！哦，你是咧武啥啦？规身我太过死了，你是去做歹人故事啦？无啦，拄只去挽花啦。哦，你看啦，恁囝哦，故意去挽花啦。哦，我看你是去用垃圾吹花吧。李信啊，啊，咱你挽花是要创啥？我阿你讲哦，厝已经有够样。 你毋通饲狗，爸爸咪搁我搬搬入来呢哈，话讲倒来火嘛袂放下，放两三工就变呢啊。花恁去，下当做干燥花啊，艺术家吼，拢嘛是用安尼装饰诶。爸，啊，过去火袂摕回来啦。哦，啊，遐是总已经哥哥总华分你要用诶。无，啊，迄份恁到底是有啥物款呢？这就是我接诶 case 嘛。 啊，我刚才有去替因布置婚礼会场啊。那你这样多啊好啊，啊，才着旧情人小弟的 case， 哦，真正是冤家路窄呢。李信啊，啊，恁这些 case 会唔是用电脑啊，甲图画画，交代别人去做就好。啥物叫你去办会？拜托的，你是留学美国转来的呢？伊是偌济钱请你啊？ 对唔对啊？妈，要个代志做好，唔是多话话，干那出一支嘴，用讲有遮简单呢。啊，唔通哦，是对咱的姐姐啊，有情有义就好啊。小应该，我睇。这是我对我家己的要求，甲伊是哪么关系了无？我再讲，这场婚礼我若办到真成功。 知名度甲打开了，以后我的case就接袂完的。你讲嘛是有理啦，这不管讲业绩是啥物啦，上重要是咱家己代志会较做好，安尼哦，死狗人做得对来探听。哎，啊，你当书店敢知影？阿仔，我无需要听人伊人讲我的代志，王仔吧？过来先，我。 唔通搁食啦！你食下就等下吐出来。我要食嘛无饭啊！你还不爱加煮一锅？还好，这是有路用哦，还比较大汉。会啦，慢慢就大啦。这鸡嘞？嗯，跟食跟食。我跟你讲哦。 小姐哦，伊阿母代志哦，较早困，明仔早起啊，咱来咧电话来共斗相共，哈。啊。啊。反正即摆伊在拍伊哦。是安怎样？你做生理敢做无够？别人咧结婚，你着开口就拢挂起遐，你才会欢喜再来干我了。妈，啊，婚礼伊敢我嘛去斗家酒啦。婚礼伊敢毋是放假？啊，头家全身躯，足侪部门拢有分到工课啊。 啊，公司阁有发奖金补贴呢。啊，你分配做啥？啊，那这样，要有卡头，我想就知啊。较早阿达拉伫公司是做较主任的呢，大姨夫敢急送吼，一定是做交代。啊，无得开始做交代哦。做应该讲好，也要选你，因为你都结婚啦，大姨夫你是有经验的哦。好好，明仔吼，咱若拄着董事长哦，一定要好好甲说多谢。 万一看行啦，快当较紧哦，甲阿达调到个总公司无啦。啊，你讲话你就听到无？个是去台北住了多个。啊，有啦，我有听到啦。妈，我先来洗身躯啊。哎，咱楼上面时阵加一间浴室啊，够滴洗。你当作咱已经是套房。妈。 哎，我等下再洗。好啦，我到间地铺，我得一领，较适合我。啊，心怡啊。
恁店面个阿达拉吼，找一撮西装较合适我穿啦，莫常常穿敢那哩哩哒哒，敢那伊妹妹讲的，穿西装敢那穿童装的，敢咪好高哟，当作咱啥人照的哦。马仔爸爸吼，会介绍总公司的主管甲伊熟识，咱是袂用闹亏的呢，知影无？好啦好啦，有经验啦。没问题，呀。好啊，马仔人都有当手机。来啦，来，你就不要停哦。马仔人记得恁头家吼。对哦，含羞较好啉嘛。咱大家甲讲吼，无。电话来啊，去接。电话你袂接哦，电话。我咧泡茶无用，现紧接，等你又等。我是老师。喂，哎。姐姐，欸，我跟你讲哦，明仔恁爸爸吼要带我去恁头家饮喜酒，啊，你有闲要去无？啊，无闲哦。好啦好啦，啊，你爱家己照顾家己哦，吼，好，再见。哎呦，啊，我拢还袂甲阮查囝讲电话，你安尼挂紧紧，你哪会安尼啦？查囝，你甲我拢公家，唔是家你的啦。公公才济，啊，卡两就好啊，你是。啊，免啦免啦，迄长途电话作贵的，免啦免啦。哦。我是讲，我讲来，你泡茶哦，你甲试看卖，这是隔壁摕来我试的，讲啥物哦，一斤两千四啦，你唔试看卖？我都唔是要甲你讲这啊。我知啊，啊我即马讲的唔是亲像你讲的哦，一斤三万的啦，迄落茶也万啦，遐茶也万，泡茶也万，迄当着拢总万。你喜欢啊你啦，拢卖讲，拢卖讲啦。好，啊，卖讲卖讲。这目一个年，我的宝贝女儿雅雅就要出嫁了。照顾无摸枕头，要趁妈妈睏啊！哦，是啊。啊，我着拄只哦，着伫想讲，以后我若是暗时睏袂去的时阵，就袂用亲像即马共款来找你啊。结果煞愈想愈睏袂去。妈咪，嗯。我应该唔敢会当参详，参详细汉时阵，都甲伊困做伙。在就要嫁人啊！要做你太太啊，知影无？啊！虽然哦，妈咪甲你讲讲，我永远是你的靠山，啊不过，你嘛是哦，要照顾人哦，要做人的媳妇，做人的太太，啊来无人会照顾我，你无敢搞，你知影无？我哪有？来无，你当任性啦！啊，你是我生出来，我煞不知，你规个上流社会都嘛讲，
是我的宝贝小公主呢？啊，这样，那是因为你疼我。妈咪，难做，我明仔都要开花，什么事在都惊。妈咪，我怎么搞的？你们怎么搞的？你搞啥啦？妹妹哦，啊，过两天就回来抓，莫安尼啦，足鸡掰呢。你敢管？你先讲啥？我讲哦，你妈你哭啦！我你外口听，听到我感觉嘛就伤心呢。我以后是不是会当回来，我唔知呀。因为中午到今晚我未甲安可讲。哎呦，你是咧惊啥？有妈咪给你做靠山。什么代志哦？叫妈咪出来处理就 OK 啊啦。那那仲华他爸爸机机车车的，安尼无着两家多做就好啊。你讲什么什么话啊？你要叫我参亲家大做伙？拜托哎，我唔知影，我叫是跟我嫁给迄李沙科嘞，我才唔呢。安尼嘛未歹啊。妈咪，反正哦，恁两个拢单身啊，啊，两个哦送做堆，各再互相照顾。过来办一个婚礼，哇！真的办的了，我们那是世纪婚礼哦，这是宇宙大婚礼，反正外星人嘛来参加。你嘴巴打开，打开，哎，拜托者哈，我是做时髦的人呢，我是追随流行呢，那我搁要嫁哈，我绝对要嫁一个引导少年家。妈咪，按了流行过后嘞。你很冷呢。啊，你很冷，还不是还笑？嗯，哥，我明仔载嫁出去了，我就袂当像像今日同款，坐伫咧妈咪面床顶，佮听伊讲遮冷笑话。啊，你是咧三八？你若是欲听哥哥讲冷笑话，你靠我，我讲互你听就好啊，无安尼话啦。我吼，就家一个冷笑话，语音留言留你的信箱，你若是要听，你家己放出来听也好啊，吼。My God！ 好，明仔化妆啊，目睭整整啊。好对吼。做歹看，紧来去，拢去困啊。等下，妈咪拄则讲好啊，我今日要家己做来困。哈？好啦，你上来困啊，你。等下。啊哪？妹妹。你别跟我抢妈咪，我们要直接困。你出去啦！讨厌！妹妹，干嘛？恭喜啦！我要困啦！哎呦，哦，进来困啦！等来。妈咪 ，I love you。恁两个哦，莫搁搞啊啦，拜托个哦。对，我来困。紧困。晚安。晚安。晚安。妈咪。阿毛，你提。嗯。大哥，时间差不多啊。嗯。忠义，他进来哦。好。呀，来。想要再你
干嘛？哎，我最亲爱的爸爸，你给我们一个家，泡杯面加思念的茶。我想思念的阿爸，我阮唱歌来予你听。间隔开一点哦，哈，不要摆太急。梅子啊，花一点时间来不及了啦。阿转，开一点，开一点，太密了，哦。哎，摆那边，摆那边，好，不要挡住入口哦，哈。你一样眯一点，待会跟他借梯子啊。不好意思哦，不小心高度不够。来，这边就这样子吧。哦，还会再加，但不会太长，会把它剪掉。嗯，要留个通道。好，好，不要太紧。是。明子，那个门弄得很好。谢谢。那气球一边先摆三个，我看看啊。哎，那个中华那两个字右边一点好不好？来来，下低一点，再低一点。好 ，OK， 就这边。哎，我是立迅啊，麻烦你把这个吊杆升高一点，我看一下位置啊，谢谢。好的。哎，太高太高，过头过头，低一点，再来再来，好，谢谢，就这样，记得这个位置。时间在那边，你可有办法找到这么多花？我真正不知道哪个说到啥呢。时间确实真变，我嘛无得找到恁想要滴遐多花，我尽量利用一挂气球来做装饰。门面的部分，我绝对袂轻彩。啊，鲜花我也尽量放伫红地毯两边，新娘入场就能够看到，尽量做甲互伊欢喜咯。虽然你有你的坚持，啊，不过已经无像过去安尼冲动啊。规个人拢脱胎换骨，比过去更加成熟稳重。人经过遐尼大个打击，总是遐大汉的。哎，戴西，麻烦花给摆上去了。好。谢谢。你去行船一段时间，我是什么代志先？钟慧。陆江，那叫你早点过来。我来看麦啊，刚有说到沙冈的所在。啊，杨方公不是花海，那干那只花呢？那拢免去啊！哦，可是你啊，花店那边出问题，是你先想办法去找，才半天的时间才当找到真多，已经真不简单啊！阿妞，哎，多谢嘞。是讲你的工作室够真不简单，什么 case 拢没讲，电话买到找。现在就卖谈了。其实会有问题哦，是婚礼策划边爱去负责的啊。因为你是坚持讲会场的布置，一定爱尽量做到咱的要求，所以唔只替咱去偷菜。是哦，多谢啦。你真正是点点吃三碗公的，一日趁海转，搁行船的人，竟然搁会晓设计。不简单，确实是不简单。之前我在巴黎，跟一个街头画家学画画。伊无读过巴黎艺术学院，也毋过尾啊，也是变成一个受到大家尊重的大艺术家。大艺术家，怎会？啊，有听到无？我看，趁立新还袂出名之前，拜托你。
替咱的客厅设计一个摆设，啊，等伊变成大艺术家，咱就爆笑了。你是嘛足无闲的啊？啊，现在看伊是不是有时间啊？我想来问。歹势啊，我要去找饭店的经理，即马可能暂时无啥物工作要你做。我紧啦，我该找代志做，做你无用。下午茶会哦，是要招待我为国母阿母台湾所有好朋友，尤其是你们。哎，今天这个婚宴餐会完了之后，你们要留下来啊，多几枚。好啊，我要好啊，好啊，赶紧招待哦。哎，做 SPA， 还有个 lunch bar， 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好啊，一定的。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到时阵一定要为我这个新的饭店好好做宣传喽。一定会的。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一家电视台的？不是啦，我是中华这总会的红仔，我叫林东江。哦，哇，驸马爷，哦，帅哥哦，好，我就是讲哦，我的亲家哦，未派人来哦，搞我赞助公仔，今年你来，好，谢谢，罕见罕见，稀客，你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请坐。坐下。兄弟好，请要喝点什么？咖啡。好，稍等一下。总会有点无闲哦，报着会场的代志，我先来跟秦母拍一个招呼。今天你新包就看到，才知影摩天女王哦，真正是名不虚传。我应该哦，好好哦，给你请教一下。是你不甘嫌啦。行李场哈是无咧分长辈跟晚辈啊，互相切磋嘛，好。对了，怎么样？这是外妹子。我们公司哦，有一批调整内衣要上市啊。你是太尼侪名人贵妇，一定会当给我真侪宝贵意见。调整型内衣？是啊，请问够有兴趣？我会当送给你试看卖。哦，驸马爷，好冷哦！你的意思是讲，哎，请买新仔过来调整一下，啊？不是不是啦，拍摄我是演的。我讲算钱，我的意思是讲哦，会当送一挂给你的名媛贵妇朋友试看卖啦。Bingo， 安尼就对啊。哎，不是一般的网络试用大队哦，需要试用啊。其实哦，名媛贵妇哦，嘛是哦，心内作想哦，嘴唔敢讲。拿来，我帮你负责，我来处理，好不好？既然是安尼哦，亲妈，这里调整内衣哦，那是由你来代言，一定哦，会卖个下下给我。代言？啊，意思是讲，你叫我替你宣传啊？请亲母代言哦。是大材小用，哎，家己做，安尼唔才是摩天女王。水，了解我的个性。亲妈，我嘛是你的粉丝哦。真的吗？你有伫脸书啊？我诶，摩天女王赚钱术粉丝团，你有加入啊？有啊。啊，你有给我按赞呐、啊？嗯、欸。哦，赞赞赞啊！太好了。亲妈。会当哦做亲戚算结婚啦，无得讲以后有机会当合作。你意思是讲要叫我投资？是啊，唔知阿亲你敢有兴趣？当然有咯，我的个性，我的兴趣哦，就是趁钱，所以趁钱的需要我绝对有兴趣的啊。安那，阿是讲，哎，既然要投资。驸马爷啊，你哪会无找恁丈人啊？哪会来找我啊？
这查某人的产品哦，丈人爸较无了解啦。哦，好，原来是安尼啦，我了解啦哈。无安尼，你回去甲计划书哦，传好了后，啊，直接送来我的办公室，交给我的秘书，我看了后研究一下哦，我先跟你联络，安尼好吧？多谢心，这计划书写好了，我提去你的办公室拜访。我等你。驸马爷。感恩你今仔日来我赞助公菜哦，好啊，拍摄，我朋友来，好，助理部员，嗨。大清耶稣，明哥、峰哥，咱昨不是讲好啊？结果有啥物代志是无？哎呦，卖紧张啦，唔是要来找你的啦。对啦，你踮这咧布置会场，敢捌去撞到迄个新郎官因老爸李三万？李梁处长袂晓再来啊，一定是等要开刀再搞。哦，我著甲你讲吼，咱来了伤早。哎呦。你捌知啊？咱今日是专工要来搭当的啊！时到啦，叫这个唔正囝知影消息咯，皮有一个，又搁找无人，啊你知无？还是啊，我接小电话。好，无要紧，无用做你。小哥，来，这个。加载哦，我比恁两较早到，啊若无，阮遮死的拢唔知咧。同学。你两个人来采访张老板，到底有啥物代志？当然是来台李董事长最好伊耍情妇。这样了解应该无可能放听啊，互人家着啦。好啊好啊，咱要搁讲遐五四三个啦。阮今仔来目的哦真简单啦，已经过遐尼啊侪工啊咧。你讲买股权的钱，到即马还袂花入来，归去安尼啦。迄股权牛头书哦，全拢掠掠掉，当作咱拢无签过啦。你是咧着急啥？但今仔日来，自然就会有你嘛。卖来这套啦，是你甲迄个老毛逼阮签股权牛头书的，暂时阁无钱通互阮，啊无你安尼一尊啥？我紧啊，股权牛头书难掠掉哦，时到阮就找恁丈人爸，叫恁丈人爸出来主持公道。那想讲对嘛？敢有可能这样来讲？凊彩让你使两几句话就相信？我希望你赶紧离开，啊若无我请三哥过来，甲你轰出去。嘿，上好你是叫迄个老毛来，倘好恁丈人爸亲目睭看卖啊咧，看卖你甲迄个老毛是安那咧压袂稳的。东江，张副总，你来多好，这么个白带哦，再来加乱，把你家警卫哦给架出去。没问题，这两人是危险分子，千万莫会打入要饭店一卡步，来给他架出去。东嘞，卖叮当，哼，阮就坐咧车哦。等李三元出来，坐咧，看你敢搞我安怎？叫人滚出去！你别闯！你手放，冲啥？麦叮当！你若把我卡住哦，你袂晓咧滚，阮家己会晓行，行。你是在干啥啦？麻烦不要再进来。好，好，我进。好啊，行啦，行啦，行啦。边啊！啊，到底想着办法未啦？哎，大清耶稣，林哥，啊，你不想挂出去啊？阿牛妈，阿那个外嫂，
国父嘛，都爱革命十次叫成功，对不？我只是拜一拜尔，当然嘛，都爱继续努力。但是同时，你若有才调，想办法还你哦。我你讲，正义才得以伸张。人家办喜事，你安尼雄雄走入去，要朝恁树林的有缘，我感觉无。问题是，这林东江太过头恶心了。我一定要让因丈人爸甲因太太哦，互伊知影讲伊踮外面是做偌济失德代啦，卖阁叫这个骗钱啊骗唔知啦。啊，而且即摆婚礼嘛会要开始，放心啦，卖用钱啦。哎啦，想只办法哩啦，拜托啦。我唔是饭店的人啊，我无得传你啊。咱为货梯里来倒啊，会啦会使。去提迄落迄浪柳树，紧嘞，紧嘞啊，紧嘞，紧嘞。卖烦恼啦，真正若有啥物代志吼，我负责，哦，放心啦。演唱会啊、喔，是啊，那也 Let's Go 影迷，这边喝下午茶，啊，招待住一晚。我看钱唔只嘛有头足，伊想要利用这摆世纪婚礼，替伊家己做宣传。好、嗯、够、哦、过分呢，连李王府联姻都遮掉了。三哥，大兄刚会来，托我知，又无搞空啊。我听二姐讲，大兄可能会带陆水姐来。啊，你到时阵就看上班顺啊。来突击检查，看量做好势袂啊？你搁敢讲？你甲仲义是招待呢，怎么才来？紧提出你啊！好。我有邀请几个老朋友，一人到位，会记甲我叫。好，没问题。爸，那你我先来处理啊。爸。是李长官，其他我看恁家己啊。李堂主任，你好，你好。两位是？啊、哦，我是东江公司的股东，我叫做阿边。我叫阿宏啦，爸，仲惠，麦帅，我跟这两个人已经毙命了。李董事长，我就是和你的囝婿逼到走投无路，才就来找你。希望你吼爱替我主持一下公道哩。莫听有白讲。哎、欸，林东江，你是查甫囝嘞，啊，你敢做唔敢担当？李董事长，代志是安尼啦，你这个囝婿吼，去叫乌道的老大给阮恐吓啦，强逼阮就要将这个股份让予伊啦。这就是政治啊！你看，叫阮爱一个一块，逼阮用这个计数卖予伊，伊这个做法，甲土匪有啥物无共？婚礼就要开始啊！啊，无安尼，人家我约两位来我公司，韩东江当面甲代志讲清楚。李董事长，这是我的妹子。
才拜托你。董事长，潘社啦，啊，今日你咧娶新妇哦，过来甲你教教。临江你的金孙若要好命哦，才找我这个专业的。好，是的啦。啊，无已经过时。你不想答应我？再不行清了，你得脚踏实地好好做人。现在还有这种少林捕手在威胁人，是你诬赖我嘞！那些股权让渡书已经提出来，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讲伊在后边讲？你安尼问我，就表示你无相信我这做王仔。东家，婚地我会甲约出来，到时恁当面对质唔就好啊。两个无实在话人，凊彩讲两句，恁就怀疑我。我做人是真失败，东江。钟辉，别想遐济啦，等会咧结束再来讲。妈，我真正就是安尼。哇，才水才大斤，好啊，这才几粒钱啊？这上少嘛五粒。哎，你还包有杂无啦？有啦。哎，包伤济无啊？那你嘛拜托，阮头家头一摆娶新娘呢，你敢袂讲凊彩包包？你当作该共阮做大头家哦？哼。嗯。哎，看到达达嘞？哎，停车，停车，停车！哎，没，啊，你看唔对人啊，迄唔是啦，啊，行。是啦，嘿呀，达达啦，嘿呀，达达啦。停车！连主管都拢出来在斗三工，这也无什么哦，唔免遐尔激动吼。嘿啦，啊，同事之间都是互相嘛。你坐办公室的呢，啊，甲遐工人做伙搬货，内外不分，你也是要出来？阿达，今麦等你无闲，别开讲，阿舅赶紧。哦，歹势歹势，把你讲个比如歹，搬货免穿西装啦。够苗条，还是叫阿大来你呀？喂，少年的啊！哇，你嘛较差不多诶，搬货毋是阮囝工课呢，伊是来这斗三工的。哇，你讲话嘛毋通安尼气起起啊！我巴萨，啥物我上？无礼貌。啊，伊是我仓库的仓库管理员，啊是安怎？我袂当叫伊搬物件。哎，啥物叫仓库管理员啊？你伫公司敢有比阮阿大较大？我是主任呢，伊若真正无想要做，回去啊，后礼拜哦，莫来啊！哎，主任，主任，主任，歹势啦！啊，阮母啊，甲阮某毋是超工的啦，莫干计啦，好无？哎，阿达啦，阿达啦！哎，来，不是，行啦，阿达啦，行啦，好啦，咱莫永远在做工作。哎呀，你哪安尼啦？我莫问我清楚，我今麦食啥物头路，做啥物工过啦？别讲啦，啊，拄只主管毋讲我足清楚。哎呀，主管！你讲啥？迄、那个少年真是是主管，安尼，阿达就是仓库的管理员哦。你家是在做工人？阿达逐天穿西装去上班，啊，结果是伫工厂搬货哦。好啊，你是咧创啥啦？原来你早就知影，是咱你无爱甲我讲啦。你让阿达来吃你红球，你想讲，你是在做什么老白，吃个歹是不是啦？我想讲，
头路好找，尤其业达人哦，伊嘛是要钱薪水啊，要无业家是咩买厝？我若是知阿达要去做工人吼，我绝对袂爱去啦。咱两家是来咧吃鱼酒，阿达的代志哦，阿无咱等下出来再讲。吃什么鱼酒啦？我即马规头壳拢戆青青，我若是咧你三元哦，我就倒去也做唔甘愿嘞，我不爱吃了。哎呀，我反正没办法，你无吃就肥了。我爱去啦！妈，你搞啊！啊，我这边过去找你啦，啊。赵俊，安怎？放两只狗仔出来吠吠的，今麦看到我来，就是要闹跑。你敢有看到我用走的？我来这做工课，公平正大，我不说闹跑。你根本不是来报地会场，你是来溜我后脚。你跟因串通，到底有啥目的？无啥目的，看袂出来。我看是因为你爱袂着总会，唔甘愿，才用这款垃圾布来破坏阮的感情。总会无选择我，那是无好去。你敢知啊？恁丈人当初讲我是放荡、不务正业，要唔过我今晚看你嘛是不学无术嘞。你想讲这几年？在国外留下真了不起，凡是你在外口找无头路，是你做乞食，回来随便做艺术家，其实你不是咖。接一通电话，随等你了。卖公司的样品屋做艺术装置，就算讲去公司做几回，你有完还阁无够的。就是你的创伤啊！礼尚往来，拄啊好。陈经理，来来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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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请请请，来，周姐，找我一下，张姐，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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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里面请，你好，来里面请。经理经理，你姐夫跟人家在楼下打架。我怎样？你先给我演。少年啊，足无礼貌的吼，弄得我阁无甲我回事嘞。嗯，有啥物代志好安讲啦？警部，少年嘞，安尼，快快快快快，了啦无？啊，你伫把我创啥啦？你甲我拖去上我妈咪。警部，哎，你去，警部，你创啥啦你啊？你无可能咧办你事啊，当家家人咧冤家相拍，你真正见笑死啊你啊！爸，总应该我，你讲不是心，串通遐高端的队伍，你才是卑鄙。不，你传，你跟我，跟我过来陪你哦，爸。你两个，我来处理。Thank you.
啦，甲恁了麻烦。大伯叔，你妈咧讲啊，伊个巴掌拍不响，阮姐夫嘛是唔对的所在啊，啊若无阮爸，也袂叫用离开啊。我先去，你先保养。好啊啦！恁爸爸都无穿西装啊，你做工尔，西装免穿到遮笑啦，甲啥物领带套来，滚！套来无听到呀？啊，人结婚啊，穿啊正式个啊，安尼才有礼貌。礼啥物貌？做工就做工，你想要甲妈妈骗？骗讲你拍电脑做凉的，吹冷气，两个表弟来甲我骗，你是不是阿气死是不是？甲水下哩啦！你冇共款啊？等你再死啦！你够无了？代志，我今仔就拍死你。不要紧啊，打电话叫伊来。亲家啊，亲家，啊你离开阮，我原是从无地带呢。啊贤哦，哎，小派无代志啊，我宝贝儿子吼，互人某家你老皮花啦，你看啦，我足唔甘的啦。哎呦，够老脆啊！哎呦，紧的啦，佫读入去，读入去啊！哎呦，唔甘啦，唔甘啦！阿姨，你是在讲啥？顶个，大家好，伊蛮古怪吧啦？哎，唔好加载哦，我请遐记者去洗 SPA， 无在现场，然后伊现场明仔载要头版，我世纪婚礼要世纪大笑话，今仔就算讲你二姐哦，跪在我面头前跟我回信嘞，我也无爱插你啊。秦母啊，要找记者来，唔就无代志啊。你哪安尼跟我妈妈讲话啊？讲了真重诶！哎呦，我听你死命啊抱咧哈！我咧替你出气，你煞咧听讲话。我就听是咧，是咧，唔敢啦，唔敢啦，唔敢啦！哎呦，哎呦，宝贝啊，囝，哎呦，麦克老板会啊！新娘入场了，差不多要准备了。好，我知道。等那婚礼结束啊，我来吹圣箫，讲话无大无细。无采亲家家教遐好。爸，顶个时阵食饭，应该带周云去才对啊。伊才是摩天女王的克星啊。大哥坐你遐，讲话较礼貌咧。亲家，无紧啦。啊，我跟仲华哦，跟仲群都认识，算讲是捌字啦。有些话直接讲比较好啦。直接讲哦，还比后壁提刀甲你拉毛，安尼较疼啦。这位是仲义，仲义，你敢知影？全台湾敢若我敢吐槽阮妈妈，你算第二个，我仲义你。不打不相识，鼻血啊，鼻血不用担心，流了吗？流了吗？流了。怎么样？容易哦。哎，门头呀，来来来，这样子，这样子。容易。啊，雨生，阿哥，好水。谢谢。安哥，钟明哥要不要来啊？你落去啦，他家。嗯，他家，那有他家。我来时呢，外面交通哇顺畅嘞，大家都提早到，刚好过你是车派去。各位先生女士，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咱即马婚礼就正式开始，请新娘入场。
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春天的花香都在冬天的期待，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你的爱不爱真的能治愈，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醉，创造幸福的相遇，明天就会可惜，今天交给我好吗？听不过，就命in the house， 听听in the house， yeah， 就命in the house， yeah， yeah， 听听in the house， come on， 就命in the house， yeah， yeah， 听听in the house， do you？心肝宝贝呀呀，后半世人的幸福就交予你啊！你爱真真正正甲阮疼惜，啊？你放心，乖。你是去做兵，忍住，哭会有皱纹。妆花了，拍垮。摩天轮要形象。举单。掌声，我们在上不和亲友面前见证。新郎甲新娘手牵条条，未来家庭幸福，事业进展都会挡袂牢。各位来宾，您看新郎是不是生做真缘投？咱希望下当啊，娶某以后就起大楼，好不好？新郎做人真好爽，啊，生囝以后就会做总统。哎，英文才不得一直来。啊，新娘讲话那唱歌，入门的友好大家官。啊，咱啊来庆祝这对新人会当双双对对，万年富贵，爱当早生贵子，将来让子孙万代，大家讲好唔好？啊，那算来，咱就邀请两位主婚人上台。今天两位主人官，就是咱羚羊集团的董事长李三元先生，也跟咱摩天女王，咱的这个廖美君女士哈。小姐。啊，不好意思，刷到来，咱就以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李三元董事长来跟这对新人讲伊的心内话，菩萨讲咧。多谢各位。莫耽误开台时间，我讲重点就好。唔知影是毋是每一位爸爸都和我同款，总是感觉家己囡仔永远袂大，需要父母的牵加。一直到今日，我搁咧烦恼。观众看，你敢袂当做一个好翁婿、好爸爸？我已经大汉了，你放心，别让你烦恼。感恩呢，
感恩每一位在座的贵宾今天来参加我的宝贝女儿王亚芳的婚礼。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很奇怪的，平常时参加的婚礼都是爸爸和女儿走进红毯走进礼堂，那今天跟平常时不一样，是妈妈和女儿走红毯走进礼堂，是因为我的宝贝女儿雅雅她自小孩她身躯边只有我一个妈妈，她无爸爸，啊，不过我感觉我真骄傲，我唔那是妈妈，我嘛是一个足成功的爸爸。今仔我的查某囝出嫁，我真正我比一般所有的爸母搁较欢喜。我有酒桌，我家己讲，我要让我的查某囝有一个上完美的婚礼，一个最美丽的回忆。不管讲伊嫁到倒位，后头厝的妈妈永远是你的靠山。结婚礼物，哇，有结婚礼物呢！这个结婚礼物呢，就是我们送你一间200平的豪宅，我们祝福你，你的今夜新主来宾，天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的查某囝，啊，搁我的伴子，大暗都会当回来阮家，带陪我和这个妈妈吃晚饭呐！啊哈，真欢喜！谢谢谢谢谢谢！啊，哈哈，在座的嘉宾，大家好，我是新娘亚芳的哥哥，我叫志明。人讲哦。长兄如父，在这我跟我妹妹说，妹妹我也是你的靠山啊，啊你们两个啊你真惨抱我生一个囡仔，我要做阿库，大家说好不好啊？啊有名哦，来我旁边的气头啦，谢谢阿里阿多，感谢啊。啊，听到这两位董事长啊，安尼的分享啊，来甲这个新人。讲这心内话，大家有真感动无？祝福您跟咱的新郎新娘入席啊！等准备开动。讲讲哦，迄个孙总啊，要去用招同款。等你头家哦，上海民宿，即声真少落地啊！我看伊爸呢，气到叫来上。人家已经讲一句了，啊，有什么用？等下出来讲。等伊就袂付车帮啊啦。好啊，你唔通袂记呢？恁大阿后生是叫挂出来呢，即嘛即个细汉，
也当作太老，咧画来画去。我若想到，就做唔甘的啦。哪济我就哪个。就是讲咩，啊等下吼，我甲哪拢少声，啊等下委屈咯，咱嘛袂知啊。我哪有委屈啦？啊，我工厂学足济物件呢。你学着啥？啊？我学着做人做事啊。你哦，你愈学愈戆个，太可怕了，是不是啦？啊，爸拢讲我愈学愈巧呢。你敢若学着吼，安那肝火甲心烂，不管吼暗时伫困，搁会眠梦。啊，讲啥物菲律宾话啊，印尼话啊，痛就怪痛。妈，我即摆才知影，伊拢跟外劳做伙啦。可以。姐，干妈妈来敬当首长，咱来好好甲伊感谢。谢谢伊哦，真来照顾阿达啦，行。无啦，阿达，阿达，你莫拜托我，我前后我唔想讲过啊。这个工课哦，拢过是政府总安排，阮头根本都唔知影。我都看阿妹讲啦。我就是要知影，迄个公公有偌恶劣啊！恁头家哦，根本就是一个老糊涂，一个人才呢，伊甲当作奴才咧用，啊！你小人甲当作知己，莫怪啦！你替伊卖命四十几年哦，到即摆你依然是一个小小的司机娘娘啦。慢慢想哈。太谢了，我给你，我给你，谢谢。爸，乖啊，等，给。妈咪，当司长，嗯，多谢你，我给。来来。老弟，老董，我给你。你好哎，明天客气啊，先吃碗面啊。当司长。我有一句话，我若无甲你讲清楚，这顿饭哦，我实在是吃袂落去。有啥物问题啊？头家，无啥物问题啦，我是专工哦，来要甲头家你说一下多谢。谢谢董事长，我嘛特别感谢董事长这届对阮阿达的照顾，和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伫炼毛巾工厂伫搬货当工人，多谢你，董事长。有啥物代志，咱等于公司才去讲。哎，这真侪贵宾伫咧吼，是不是请甲大嫂安尼，坐等于伊也坐啦。你想啦，曾副总的呀，有一句话吼，我想要讲你批判一下啦。脑力伫当处长的身躯边对前对后，我人哦是无机会，啊嘛无资格讲啥物啦。你免管我走啦，我话讲煞，我家己走。是，咱来等。干，干。创啥啦？我被老李收买。你是要老李做人竞赛哦？是的啦，我某唔得对条筋破裂，那话安尼乌白讲，希望你莫见怪。阿达，代志我知影，我会处理。嗯。多谢头家。是啊，好啊好啊，这个代志我正明去处理。啊是，正明呢？哥阿伯哥，都拢开啊，哥阿伯来，打电话。爸，我来搞。拍谁拍谁？公司关代志，来来，行吗？我拿药，来来，来认真，来来
卖冲动啊！你一个人入去就好，来得这么多人，爸明做一个。我是考虑真久，才决定要闯入水来，不是只是冲动。大哥，想清楚哦，玉山、周叔叔拢在内，你叫手术水一撇，电信牌水配啊。我就是要趁爸甲玉山拢伫个，甲我选择讲清楚。有啥物代志，私底下甲爸讲就好，不要硬碰硬。宗爷，只为了讲句公道话，你不要太用大哥的心情啊。因为爸想听你，你想要做啥，爸拢帮手给你去做。我想问啊，爸是怎么控制一条的？你们要像谈恋爱，一头未管。但我这是你，你们懂一条。三哥，你讲我拢知。讲实在，我嘛不是反对大兄甲陆叔姐交往，我今天真的不适合了。其实证明，今年就想要找去见阿伯，但不过阿伯当年找借口来闪避我，所以今仔日证明，唔只想讲要带我来参加婚礼。要若无我，永远拢无法度去了阿伯。爸这样还过气？我刚才希望爸会当给我家己选择未来的对象，敢讲连这小小愿望嘛袂当心转我。大兄，内底有足侪记者，你袂惊？要来进前，我甲仲明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啊。不管未来的路有偌困难，阮两个一定都会手牵手，坚持到最后。你是在烦恼啥？大哥都不在烦恼啊！呀！各位贵宾，来，坐下。来，看看，来。我今仔日足欢喜，我在场哦，所有好朋友。副总经理，请问一下，这位是你传说中的女朋友吗？可以跟我透露一下你的现在是什么关系吗？大兄带一个酒店小姐来，怎么怎么？破坏气氛。我陪你玩。我陪你去。来啦，陪你玩耍哈。听说你们交往很多年，而且他还在酒店上班过，这是真的吗？今天把他带来婚礼上，是要正式公开你们的关系吗？可以说明一下吗？我拜托。我靠，露嘴公民进来搞，你无需要比。拍谁？拍谁就陪。可以说一下你回南山吗？拜托。喝酒哈，还可以聊八卦，还送头条了哈。来，妈妈，你讲，妈妈送啊，哎，让我爸爸送啊。爸爸，进来，来了，来了，进来。哎，妈妈，你妈妈，你上高华，你上高华，你进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
是的，我迟到。这位是若水，我给你带伊来介绍你认识。阿伯，你好。你给伊带来恁小弟的婚礼，是来向我示威？不是啦，爸。我知道你对若水有误解，所以我今日专工带伊来介绍给你认识。我相信，只要你加跟伊接触几届，你就会了解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阿伯，请你给咱一个机会，互相了解好不好？我连我家己的后生，都强要无认识啊！我哪有时间去了解一个？若水好好跟你沟通，你想怎么讲这款话侮辱人啊？哥，我来跟你进行，有什么话咱等一下讲好不好？哥，我跟你带若水来，就是要做一件讲个清楚。周叔叔，玉山，是的，这世人我都要若水。我不可能去跟别人交往，请你了解。仲明，你嘛给我听清楚，我有恨那只后生，无差你一个。只要我伫咧一天，绝对袂让这酒店查某踏入我的门。希望你会记，不是我不好，是你阿爸过节，见你个无落水客气的所在，我就带伊离开。哥，哥，你卖力啦，哥。为着婚礼哦，已经毁掉去啊！等我你要死啊！就是讲，什么世纪婚礼，根本就是世纪大笑话。哎，四哥，那就这样子啊，他困一暝啊，明仔载都无来接啊。来，玉香，是是是。老方，富华，你来你家。哎，弄什么登记婚的，可不差啊。不好意思。我的宝贝雅雅爱坐家己的车哦，太可惜啊！阿斌，谢谢。今仔日的代志，我一定会找亲家好好开讲一下。拜拜。爸，我叫恁大炮姐送我回去，坐伊开的车，我较惯势。大炮叔，安尼我爸就麻烦你照顾啊。放心啦，有我伫咧，无问题。
哦。那回来。爸之前还是话听，我看病最有精神。我今日是头一次看到伊，这么失志。你今日上好是留在厝诶，爸今麦是需要人安慰。虽然是一杯苹果茶，不过我喝起来心内感觉足温暖的。阿爸，多谢啊！头家，我会当做哦，就是讲陪头家你踮遮啉果茶，然后你安尼出一口气，我感觉你嘛好啊，安尼就够啊啦。我甘愿做你食，我无想要转去。对啊，头家。因为哦，你即摆心情无好啦，啊，回去哦嘛不一定较好，你开哦，咱踮只车内咧冷静者，安尼我嘛感觉袂歹啊。因阿会回来甲我沟通，我点得较欢喜。我即摆上惊就是一个回去就哩，毋是因无回来，就是不离房间。我感觉足奇怪，明明是徛做伙阿爸阿囝，奈拢无话通讲。那像陌生人同款。头家，人咧讲哦，做爸爸的人爱面子，啊做囝人哦，佫唔认输，啊你较袂自我咧啦。迄阮家的立信哦，就是安尼啦。对啦，头家，今日立信哦，佮专门甲你惹一寡麻烦。头家，是的，是的啦。其实是东家的公司出问题。总会唔敢让我知影，一直看，看我今仔日合股的股东走来跟我讲，我才知影一件代志，甲你是无关系啦。大哥，杨哥哦，东江甲李信哦，因两个中间有够淡薄个汇款哦。这样李信，卖过甲总会有搞惨，安尼东江都无话通讲。我即马干那希望东江公司的代志赶紧解决，才袂影响因阿公阿母的感情。我一定都会陪伴在你身边。露水，是你啦，是我害你去我们爸那不了。我真正无能力保护你。我刚刚你去，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不过你拄只真正是受过冲动。要不过我真正报道接受阮爸，伊讲你是一个酒。那是意料中的代志。要不过你当进来面头前，甲恁爸爸变面，安尼我就是害恁爸阿家死后的罪人。我已经讲出去了，收不回来，还有机会能补救，紧回去跟恁爸爸回信息嘞。就算我跟伊回信嘞，伊同款未接受你啊。那是两回事，不管怎么讲，伊是采用你三十几年的爸爸，就算讲你真正决定要离开迄个家。至少你要正式跟他讲一声。
这。哦，是个安尼。OK， 搞定，乖乖困啊，我好紧啊。妈咪啊，你很奇怪呢，人家饭店就准备迄蜜月套房电梯一个去就好啊，啊你偏偏买，搁要走倒来咱模特要创啥，害我拢无时间去刷拖。你真哩奇怪嘞！当个饭店的套房，敢会跨口的啦？敢会当吼长发精心设计的蜜月套房来比啦？你看，灯光美，气氛佳，啊，音乐更棒，啊，上重要吼，就是用玫瑰花瓣的鸳鸯浴，哎，这唔只吼叫做真正的洞房花烛夜。你是咧北上啊？目足济喏，我阿哩讲我铺路的呢，电费关起来拢同款啦。哥，你真正是无 sense 嘞，不怪人会叫你夜店王不挑。谢谢。我真正愈想愈气啦，啊，你家的人哦，唔知咧变啥物啦？头先哦是你三口人囝婿哦，伫遐咧闹啦，啊，煞来煞伊是大汉后生娶一个酒店小姐，我继续闹，哼，因绝对是看讲吼。我把这个婚礼哦办到足成功足轻盈，唔甘愿啦！你这挑工哦，叫人来闹场诶！有可能哦，我哪会可能这拄好？哥，我的世纪婚礼又毁掉，你搁听讲我有诶无诶？爷爷，你若是兴这边吼，等下喊仲华两个名称顶好好佚佗。其实哦，咱先换一个角度来看嘛。啊，至少咱即摆已经知影，你家嘛就有真侪问题，啊，你即摆过去因家，嘛未讲啥物代志拢唔知影，对唔对？哥哥讲了有道理啦，啊？妈咪啊，宝贝小公主，家在妈咪有先见之明诶，叫你陈仲华要搬出来，啊，若无你看啦，因迄家伙安尼哦。温温婉婉、起起翘翘，有够好杂的啊！啊，一人一款性，是要哪应付啦？哦，啊，你要红台大官，啊，佮有大伯、大哥啊、小姐，哇，到时阵哦，你绝对的哦，一个头两个单啊！妈咪呀，即摆哦，时间已经无早啦，啊，爷爷很中华，等下佮要做功课，我看哦，咱先来走啦，吼 ，OK。哎呦，哎，中华哦。底下跟他死鱼，要他做功课。嗯，啊，对了，爷爷，你底下想办法吼，把仲华叫好清醒的。哎，詹教授哦，有特别交代。你讲洞房花烛夜吼，蜡烛哦一定要点好多，安尼婚姻哦，唔才会当美美满满、圆圆圆圆。知影无啦？妈咪啊，卖讲假的。哎呦，你是个歹色生啊！妈咪，妹妹长大了，这种代志啊，伊知影啦吼。功课有教伊，家己去做了，你免替伊补习啦，行行行。哦，你，好啦好啦好啦，卖乱啦卖乱啦，爱家己叫有精神哦，知影无？嗯，加油加油，加油！妈，我来开门。是的啦，其实我早就知影哥要娶露雪来啊。我应该伫咧前一天先邀恁几边沟通一下，是我处理得不好。二姐，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应该甲大姐抱你来。爸，别怪就怪我，看你是想要拍我，还是被我弄了伊，总比拢无我会好啊。是啊，爸，我本来等阿姨啊，你也坐伫遐，一句话拢唔讲，我伫心内。我看得真艰苦啊！我看另外大哥，这代志是伊惹出来，伊敢会等下甲办回去嘞哦？卖家，你拢甲我听好好，啥都不准甲钟明联络。伊原先来无我这老爸，也无爱咱这个厝。安尼我嘛无想要阁看到伊。
回室内啦。爸，那因为我跟若水出现影响到婚礼，是我唔对，我跟你回室内。拄则我伫婚礼这么激动，是想要甲藏伫心内真久的话讲出来，想要到爸你无多接受。那继续安尼落去，厝内一定逐天吵吵闹闹，所以我决定，要搬出去。你到底讲啥？爸，哥无这个意思，你别生气哦。总会，你的苦心我了解，也不过真正无多，搁继续住第一间厝。哥，总会，你好一个，我要听看卖，我是倒位对不起伊，伊甘要搬出去，也无爱咱这个家。这间厝无人对不起我，是咱家无多接受落水。别给我提起的查某，咱好好一个家，强要让伊母甲散了了。爸，就是你这款态度，我死心。离婚的时阵，你安尼侮辱落水。你敢知影我话唔甘？伊若不是真正爱我，根本无需要受这款侮辱。受侮辱的是我，你是我上看重的人。东东米阳集团的副总经理，竟然娶一个酒店查某，参加家己小弟的婚礼。安尼毋是糟蹋我，予全台湾人看我笑话。爸，到底爱我讲几摆？落水去酒店上班是不得已，毋是去酒店上班对十恶不赦。我这不得已，也无办法改变伊做过酒店小姐的事实。你敢知影？公司内有偌济员工？马定伟也带，就是这样拄好，伊把这个庄副总也带，卡书记查某入门，就是副总经理夫人，明阳集团副总经理的夫人，马这个员工也带，这位若传出去，敢袂听的？原来这就是一直藏在爸心内，我都透一干。我靠拢会团，明阳集团的接班人，含酒家路同居，我会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过，把这款的话传作事实，我绝对袂吞论。我嘛袂当忍受，我上爱的人一直受委屈。哥，我拜托你莫阁讲啊，好不好？将来安怎我唔知影。要唔过我今嘛，若无为落水做一挂代志，我绝对会后悔。爸，是的，我有失望啊。我给你看电影。哥，倒霉！既然无爱这个家，就莫去理解。任何的物件，哥，你若真正踏出你家的大门，就永远莫回来。公司你嘛免去啊，爸。大海基公司做好好的，嘛不需要安尼啊。无你的代志。爸，我了解。
我无在的时阵，你要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李草，今早对囡仔起开始，你和你家断绝所有关系。到底谁人要讲气话？卖搁再讲，咱无需要为一个心无伫理解的人艰苦。爸，你有搁无爽快的心？我来提药啊。免啦，真难话。中华个药房哪没得啊？敢是困啊？我拄则敲电话问过啦，钱，甲因两个才去模特儿休困啊。中华去住模特儿？爸，中华可能是啉酒醉，所以。我看这个客，对恁一点啊意义拢无。以后，你要回来。不爱回来，谁在练呢？爸，结婚头一暝，都和因丈母囝来听。我看，规矩改成王刷刷去啊！想办法，把中华个药方找回来。沉默安静的对话，我偷看阿爸洗刷。